十优港姐麦明诗呢日出席活动，化身女神级店长，仲教大家点样吸引异性添。自己其实都几注重香味嘅，因为咧以前睇过啲书关于点样吸引异性咧，就话如果你可以同一时间去用多啲嘅感官去吸引佢咧，咁佢就会记得你更加深刻啊。咁即系可能除咗你即系扮靓啦、着到靓啦，咁加埋香味啊，加埋好聽嘅聲線啊，咁幾個感官加埋一齊咧，佢哋就會更加被你吸引咯。所以我都注重香味呢方面。麥明詩仲升咧做丘比特女神添啊！同屆港姐羅丹紅早排被求婚，都係佢一手撮合噶。係啊，早幾日就係、是、白色情人節嘅時候咧，咁同屆港姐丹紅咁佢被求婚啦，好欣慰，因為其實個未婚夫都係我嘅即係朋友咁啊，都有嘅即係我有份介紹佢哋識嘅，咁見到。有啲羨慕啊，所以好彩咧就係嗰位朋友即係未婚夫咧就同我講話，為咗報答我咧就會積極咁介紹佢身邊嘅單身男士俾我認識啦。咁我積極咁去期待即係未來嘅約會咯。咦？咁你前排了解中嗰位單車教練咧？夏文就係繼續踩單車咯，係啊。